有点下酒。妈呀，那小丸还有点那啥？什么？姜丁、姜麻，您吃，谁吃？还有呢？我还有一块没切呢，就三斤多的，我还有一块八九两的没切呢。走。不能浪费啊！浪费。这段时间要吃牛肉了，呀，明天吃啥呀？明天啥？明天吃牛蹄子，牛蹄子爸给你清蒸一下子，原先都是红烧，不行。清蒸牛蹄。清蒸不行，我估计那臭脚丫子味儿去不掉。我想吃那个猪蹄儿。那就是那啥，那就是咱们做点儿红烧加麻辣，红烧加麻辣那种不错。那改良改良，做一个。哎，大块肉那种。啊？大块肉那种，那个，一块，就那一块肉，我就麻辣的料，酱。啊，那个。啊。差不多，那就是那个口味的。爆啊！爆啊！哎，辣白菜。就有辣白菜。哎，这么吃肉有点那啥呀？奢侈。你说我，我烤一斤吧，咱都吃三九八折的，吃一回就让它贵。你烤多少？啊？烤多少？二斤二两。二斤二两，33块钱一斤。我估计现在还得便宜，涨价了那就掉价了。人家说在家我要问35，35，他是算成34，完34的时候他算成33，咱们属于饭店吧，饭店拿货嘛，这得算是便宜。啊，便宜一块钱儿，但我估计现在还得掉。他说这不好卖现在。我不是说让他整，给我整一个，整个60斤牛头吗？他说这元旦前差不多能有，现在没有，不好卖是不是？那有很多干啥都不吃肉了，太贵了。不吃，换点别的吃。就是正好吃鸡肉啥的。鸡肉什么的比较多。哎呀妈呀！别给我一来粘那儿了。放回家。这胡萝卜都可好吃了，自己家还用。别胡萝卜，这好吃。这牛肉不能烤老了，这嫩的带血的这个好吃。到嘴里的感觉好。烤了就有点硬了。啊。哇，看啥？看我这个。就是生的啊，刚翻个个儿，刚翻个个儿，太生了吧？不是这个，好吃，有一点儿，哎，几杯了我忘了，真的。哇，我想卖吧，好像快点卖。我给你是接满满二的啊，那就是还是2.5。那你家直接家吃就行了，直接家吃去。你看，再放，不够，多放多放，多放。呀呀！啥白菜？他来的不是吸油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是吸吸油，就妥了吧，是吧？肉。呀，这个还，真的。
来。嗯。可以吗？没事。给你留点。喝了喝了，对不起。喝多了吧，还得减级呢，你这玩意儿。主要是减级呢。上次喝喝两壶也不也减完了。哈哈，两口真假了。刚才给我吃豆腐，给我整多了。别说多了。这还挺棒。那咋了？那你是很有自信的。啊。给爸来个啤的吧。你爸这人真是不常劝。这玩意真的啥，符合我的口味，今天这玩意儿。你别被你姑娘给套路。你烫了。嗯。嗯，也是真稀有。好了，我喝迷糊了。这啤酒都是白的，真迷糊了。迷糊了，你目的达到了啊！还差一点没达到。咋的呢？你直接给我喝锅底去吧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不是趁你喝多了，要求你点啥，你就啥也不用要求了，完事儿了，我也管不了了。不对，我都管自己还费劲呢。对，也是。但是你给爸抠耳朵。完了，我得伺候好你哈。对，伺候睡着了。哎妈！完了你才解放。你还得剪辑呢。剪辑你妈剪呗。嗯。那你想想多好，我喝完酒之后。不是我剪吧，是以我的方式。哪块那啥，我觉得这么好啊，我就给它剪掉啊。你经常练习呗，就按我这套路来。按你那套行不行？咱俩剪的不是两样。按自己的想法。对。哎呀我的妈！为啥我不敢喝酒啊？我还得剪辑呢。那你还喝啊？经不住肉诱惑呀你这。诱惑，这全是肉吗？诱惑，全是肉。嗯，我都这。行，咱俩干。嗯。你去你妈鸡一块。对，我得拽着鸡吃。我不能干了，我看你烦了。拜拜，我之后我慢慢吃。他俩你看，都已经不行了，坐不住了。来，拜拜，胖子啊。